等等等等等等，哦，点啊？今日咧就系、同大家介绍下我啱啱打机用嘅呢个黄蜂手机专用嘅电竞手柄啦。佢同坊间普遍嘅电竞手柄最大嘅分别咧，就系佢唔需要安装任何嘅应用程式，普通放入去咧已经可以噶啦。加上佢背部有个开关，适合唔同手机。对于中意食鸡嘅朋友嚟讲咧，呢、个手掣有个好窝心嘅设计。大家只要喺开 game 之前，将块板仔摆喺控制器上面。將個准星同開槍掣調校翻去相應嘅位置咧，入到 game 入邊咧，自然想要幾多頭就有幾多頭噶啦。對於傳說對決或者王者榮耀呢類型嘅遊戲玩家嚟講咧，呢個手掣咧係較適用於一啲比較難操控嘅角色。一嚟咧，佢唔會令到你手指攰啦，加上咧操控方面咧，亦都可以令到你施放技能咧更加得心應手嘅。誒，唔講咁多，食翻鋪雞玩多鋪先。